嘅二号仔叫金宝廿八倍嘅夹晚，赢过嘅睇下边只先，赢过嘅就系一号、三号、五号、七号、九号、十号、十二号，哇好嘢喎！一、三、五、七、十、十二、九号入个位置，二号仔就冇。成績好的上次得兩隻嘅啫，就是十號、十二號。一號勁快聯盟嗰只馬咧就贏過本路程嘅，上次跑第六，前次就連續兩次第一，即係三次近績最好係呢只嘅，有兩個第一。另外就極速滿貫嗰啲有一個第一。豪仔巴道平其实七档一六五零，上次第六，不过前次第一。四号闪耀将神潘顿，初跑此程，初跑此程。闪耀将神咧就上次跑第五，今次系第二次出赛。上次邊個騎嘅閃耀將神係周俊樂跑第五，咦？周俊樂出唔到就俾阿潘頓攞嚟騎咗，就初跑此程。上次係跑千二米嘅啫，千六唔知得唔得，都冇話唔得嘅，即係跑得咁少咁樣，個身材都唔～不是说肥啊大舊啊那些都瘦瘦削削咁都几好。三号仔中华英雄又是戴文高了，这个四倍。中华英雄隔晚七倍，现在四倍，哇好多飞喎。希斯本路程确实是赢过的。上次第六，前次第五，再前次第一。哇斗志好就有钱分喎呢啲三号。三號仔中華英雄贏過本路程的，上次成績第六名。日輝王的這隻五號仔希威森六檔贏過本路程，上次第十二，哇上次四倍十二，真的跑第尾。日輝王前次第二，再前次第四。布文啊，四倍跑第尾，因为流鼻血喎。六号对行之星，本路程系未上过名嘅，上次希威森跑第六五倍，对行之星而家都系单位数字。六号仔。上次第六，前次第六，前次第四，六次赛绩都未有个位置派彩嘅。今晚潘顿两只都唔得，我真系买咗个全赛又唔得，创福威又唔得。七号仔灰马加洛飞驹，加洛飞驹七五六九九九，加洛飞驹七五六九九九。又是未上过名，六次未上过名，但加洛飞驹是赢过本路程。七号仔即 有成绩但是没有近绩。八号万事正，上次我买了他影都没有，真的万事正，万事靓那只，不是万事正。万事正十二十四，冷门来的，十二十四你说还不是冷门，在香港这个这个马场一厚啲就冷门了，唔使睇噶，真系，即系要近先得嘅要。九号仔叫合火芙蓉，合火芙蓉上次第八，前次第九，即系八九九六五十，又系咁啊，未上个名嘅啫。合火芙蓉隔晚十一倍，而家又十一倍。
嗰啲咩除去鼻箍啊，仲戴眼罩嗰啲，系香港先注重嘅啫。第啲马场唔注重，咁香港啲人赌马咪叻啲咧？我谂又未必嘅。十号极速满贯15倍，极速满贯夹晚9倍嘅，赢过本路程嘅。极速满贯上次第一，前次11，再前次第一，几好喎、啊、真系咯。三次赛绩有2次 win， 不过中间隔咗一个好差嘅11，极速满贯梁家俊，极速满贯啊，黄色蓝色11号仔旅游小子。80几倍，点解80几倍跑好厚啦？梗系上次12，前次第6，再前次12咁样。佢加里奇12号又几好、啊，3次有2次 Q、啊。加里啊呢、這个12号呢只几好啊！呢只连续3次咧。一个第二，一个第八，一个第二咁样啊！6次之中有2个第二，一个第三啊！啲好想赢我应该。虫草之王吕健威，我中意呢个，我中意4号啊，12号、3号、4号嗰啲我中意嘅，同埋3号、4号。潘顿上次跑1200，而家跑1600。我要12号、3号，我要啊！我要田泰安、大文高。12号、3号赢过啊嘛，系咪？12号赢过，3号赢过先啦，系咪？12号上次第二，3号前次第上次第6，前次第5，再前次第1，咁都几好啊！换翻个大文高啦，希望佢斗志好。奇好啲，而家5号仔啊，呢只叫日辉王。日辉王上次惨啊，4.8倍嘅报文，跑第尾啊嘛，流鼻血咯。4号就潘顿闪耀将神，跑开1200嘅，唔知1600得唔得？5号希威森赢过本路程嘅，上次跑12。日辉煌，2号仔金宝48倍，呢个万事精钟奕礼，红三黄十字，二档轻磅，但系初跑此情啦，上次跑第尾。潘顿啊，呢只闪耀将神一路跑开1200嘅，而家跑第二场出场咧就跑呢个1600，增程好难度嘅，就系、唔代表佢唔得啊，即系佢未跑过啫。田泰安呢场咧就因为上次第二、前次第8又前次第2咁样啊，轻磅4档咁，如果真系积极啲入嚟，真系唔出奇啦，直头。又赢过本路程，又轻磅，近绩又不错咁样。上次田泰安10倍跑第二，最惊佢就系呢啲啊！爆咗缸之后，我就礼让啲咁，咁就冇啊！真系。三场嘅赛事，4班1650米，镜头捕捉住呢位新骑士廿一出即胜嘅大文高。呢场亦都跑只机会马，中华英雄，睇睇能否咧？打铁趁热，即刻咧立咗2 win 先啦，交俾闸前。最后入闸系大热门虫草之王，等埋呢一匹马。九紧入闸仲系虫草之王，全部马匹准备妥当。三场赛事，4班1650大热系12，准备。黄旗举起。虫草之王啊，走为喐啊，四档啊要睇出闸啊，
唉，真係起琴啊！好啦，前面快嘅馬咧，咁啊見到外邊位置勁快聯盟啊，外邊位置金寶跟佢走啊，內欄位置仲有中華英雄啦，中間係對行之星啊，黃三第四位到啦，第五位外邊啊閃耀將神，中間日輝王啦，入邊有萬事正啊，咁啊後啲嘅馬啦，旅遊小子啦，藍三尾四係合火芙蓉啊，後邊三匹馬啦，極速滿貫加洛飛區啊，慢咗集嘅蟲草之王紅三紅帽咧就暫時殿後啊。好啦，轉滿貫彎，前面放啊嘛，真係轉啲配備就擺喺前面走金寶啊，跟住喺第二位冇馬走啊，咁啊埋咗嚟咧就勁快聯盟啦，對行之星第三，中華英雄第四，外邊閃耀將神啊，再見到第六位綠色衫係日輝王啊，後邊嘅六匹馬啦，萬事正啦，旅遊小子啦，尾四位置合夥芙蓉啊，尾三白衫粉紅帽極速滿貫啊，尾二灰馬啦有啲搶合喎，加洛飛區紅衫紅帽暫時殿後，都仲係嗰只蟲草之王嚟㗎，去到對面直攞中尾段啦，前面方是金寶啊，跟住第二位勁快聯盟啦，第三位嘅嘛，咁啊有呢只對行之星啦，第四位粉紅衫中華英雄，第五位閃耀將神，第六位日輝王啊，後邊嘅馬啦，見到外邊極速滿貫上咗少少，中間合夥芙蓉啊，尾三入直路啊，紅衫嗰只係蟲草之王，後邊兩隻加洛飛區同埋萬事正啊，好立正進入直路啦，前面金寶佔先嘅，咁啊見到勁快聯盟逐步追緊上嚟，外邊位置仲有對行之星啊，入邊仲有中華英雄啊，後啲嘅嘛大。我當蟲草之王依家追緊啊！最後一百米到，金寶真係變配備成功啦，擺咗喺前面走，有冇機會贏馬咧？後邊對行之星喺呢個第二位，勁快聯盟第三，入邊仲有中華英雄過終點，第一名係金寶啊！第二名嘅馬咧，對行之星，勁快聯盟就跑第三，中華英雄跑翻個第四啊！結果今場賽事都係離曬一啲主動型嘅馬。蟲草之王被動了留閘，金寶今日換了眼罩，結果一放到底，跑第二名對人之星，第三名勁快聯盟，第四名中華英雄。而有金寶啊，班德禮換了69倍一放到底，跑第二名就是六號對人之星霍宏星，第三名一號勁快聯盟巴道，三號中華英雄大文高，第四最後都回到嚟咗翻嚟啦！老细都唔知道知唔知喎？一阵睇下几多人影相。阿田泰安重组之王，嗌住啊嘛，嗌住，唔好开住，唔好开住，唔好开住，企稳先啊嘛。方家柏，好难玩喎，好难玩啊！今晚真系60倍 win， 仲可以赢到即系。贏嚟咗嘅話，彈甩咗嚟贏。睇相啦嚇！啊，十二號咧就係、是、要言信，睇出閘係咪正公正？你睇苦笑嘅，真係啊，笑到都其實都笑啦嚇，即係哎呀咁勁嘅嘛只馬咁樣。我睇下直路啦，四檔。啊！咁啊，頂頭錘冇咗啦！咁一轉直路嘅時候咧，黃色衫嗰只咧就係對行之星。咁個班德禮衝咗出嚟，對行之星喺呢度。然後呢三隻鬥啊，呢三隻前邊呢三隻鬥。二號仔在前面，班德禮走入直路，咁啊係呢一隻衝上嚟攞條 Q 嘅啫，辛苦少少。追住只粉紅色衫嘅勁快聯盟，呢只勁快聯盟而家仲喺 head 住嘅，我呢個都可以越跑越順咯，咁啊翻嚟就叫做呢個破。何泽尧就被呢个班德里替代了，咁如果严峻有事的话，咁咪即系个施泽员有事？唔会的，2613啦，派彩啦，知时睇大啊嘛。點會話佢出閘唔妥嘅啫？
哇，好犀利啊！2300几蚊 Q。